idol 难为，偶像也是人，是人都会犯错。新单元首播，先来说说近来站在舆论刀口上的 idol。阿义丢儿是俗称方块的 Cube 娱乐旗下女团，团名是英文的 girl 加上韩文的孩子们，意味着有独特个性的女孩们聚在一起，粉丝名为 Neverland。 2018年出道，最早由薇娟、穗珍、队长小娟三名韩国人与泰国 Mini、 中国雨琦跟台湾妹子舒华六个人组成。他们刚出道两周就拿下音乐节目冠军，前途看好，然而至今才短短四年，穗珍先因遭控霸凌而退团，小娟则用盗版软体跟疑似抄袭，导致创作才女形象全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月27日，选秀节目放学后的心动公开表演小娟创作的歌曲《Sun》，舞台一出不得了啊！中间那段跟男团 Nitty 的 Way 好像啊。而且表演三十画面上的歌曲资讯作曲人明明只有小娟跟另个人的名字，被质疑抄袭的隔天，歌曲上加音源网站后 Wave 的作曲者竟也被加了上去。这迷之举动让网友们质疑，不名字不就认了抄袭吗？所以是先抄再来谈版权？不，结果是连谈都没谈，男团的公司 KQ 娱乐出面打脸，事前没有任何讨论，作曲者名字是擅自被加上去的。脸都肿成这样了，小娟和方块当然必须出来说说话。小娟说自己很晚才发现这件事，尽管只有一部分相似也该道歉，已经向男团歌的作曲家告知相关情况。方块也发声明说，小娟跟作曲家协议好后才补上名字，但该作曲家所属的公司反对，虽然修正了资讯，但因缘来不及反应，才会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尽管声明整个避重就轻，但看起来小娟应该是不小心撞旋律，知道后就赶紧去跟对方道歉，并协议追加名字。只是追加这件事跟钱有关，怎么能没跟对方公司说好就擅自加上去呢？其实小娟之前已经有过一次争议事件，她在影片中公开自己的电脑桌面，被眼尖网友发现有安装盗版软体。当时她解释，那都是以前刚开始学作曲用的，从正式开始作曲到现在都只用正版软体，并致歉说以后不会再使用或持有非法程式。老实说，身为创作者用盗版软体，又传出抄袭别人作品，真的很母汤。尽管粉丝力挺他不是故意的，但对路人而言，小娟的创作天才招牌已砸，接下来只能靠实力洗白了。而说到穗珍，那真是 Neverland 心中永远的痛。她在2021年2月被曝国中时曾霸凌同学，像是逼两名同学在厕所互赏巴掌，联合其他人排挤别人，要其他同学喝他剩下的饮料，然后再勒索饮料喝完了就该给钱，抢走同学的衣服、东西、钱等不还。不仅如此，他也被点名言语暴力同各国中的演员徐信爱，你的脸可以当艺人的话，我也可以，那个脸上节目不丢脸吗？事件不断延烧，公司多次否认指控内容，穗珍也澄清自己并没有使用暴力，上学时更从未与徐信爱交谈过。对此，徐信爱先在 IG 发文别找借口，并为了满足穗珍出来说清楚的要求，他就真的出来说清楚了。他总是和一群人走在一起谩骂他人，他说没和我交谈过，这点没错，因为那只是他单方面对我的侮辱，这些言语造成的伤害一直留在我的心底。整起事件发展到后期，由于最先爆料的网友说辞反复，穗珍原本还有一线生机，无奈之后徐信爱的诚恳发言太过强大，舆论难以挽回。2021年8月，穗珍黯然退团。其实无论哪一边的说法，
都没有实质证据可以证明穗真有霸凌，只能说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唯一能确认的是，穗真事件除了导致脱粉潮，他的退团更在死忠粉心中留下伤痕。I never say goodbye. I never stop. 沉寂一段时间，阿依朵即将在314白色情人节以五人体制首度回归，粉丝们早已摩拳擦掌，准备好力挺偶像。咱们也祝福挺过风波的他们能越来越茁壮，继续走花路吧。